冇嘅，冇嘅。食烧鹅食咗咁多年，一直好想知点解烧鹅硬系冇咗啲掌翼嘅？烧鹅嚟嗰阵时咧，啲掌翼我哋斩晒出嚟，但系如果连埋只鹅一齐烧咧，个掌翼会干晒咧，系完全食唔到嘅。所以咧，早喺内地工场，屠宰师已经手起刀落斩走鹅掌翼。呢间烧味店用嚟做卤水，如果我打半只鹅，亦会附送部分，货真价实。通常好多出边咧留翻嚟自己卖就唔会俾嘅，但我哋通常咧就攞嚟俾啲客试下味，同埋话俾佢知啊，我哋啲鹅系有掌翼嘅。撇除被消失嘅掌翼，一只烧鹅边个部分最好食咧？后生仔一定拣鹅髀，啖啖肉啊嘛。但有啲阅历嘅都中意呢个部位。等等，红哥，你买食晒我啲鹅背先得噶。